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礼仪漫谈，表演者敬贺兰、朱贺松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伙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您各位啊，感谢你。哎，谢谢大家好啊，有认识我们的哈，38号，这都是消费过我的朋友们啊，谢谢您各位吧，啊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多朋友呢，今天来到这个我们伦哥的专场演出，张鹤伦、郎鹤炎二位师哥的表演现场，特别开心。嗯，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盛大的演出。哎，心里站在舞台上太忐忑了。哎，特别高兴。对，哎，当然说也有点紧张。哎，确实是。因为什么呢？啊，哎呦，就怕自己这个业务能力也没有这么好。哎，说相声逗不乐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。但没有关系啊，嗯，哥俩呢慢慢的说，大家伙儿慢慢的听。是。再过20分钟呢，他们哥俩呢可能就又回来了。嗯。我们这个电厂的演员呢，充当的就让人休息的这么一个任务。哎，歇会儿，对吧？人家不可能自己俩人演6个节目，那可不嘛，对吧？缓冲一下大家伙的时间，对，也笑累了。嗯，到我们哥俩呢也休息休息，该上厕所的上上厕所，该撒尿的撒撒尿，啊，大家伙撒撒尿，让伦哥呢后台喝喝水，都得休息嘛，啊，都得歇会儿。谢谢您各位吧，嗯，啊。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有的朋友对我们哥俩可能也不太熟悉，比较陌生，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。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啊，哎，咱得熟悉熟悉，认识认识。我的名字叫做敬贺兰，啊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，啊，不需要了啊，有点骨气，不识嗟来之食。这个掌声真的4个字的总结，什么呀？不要也罢。啊，这是什么脾气？这是，哎，有个性哦。这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是我的好搭档。嗯，好多朋友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啊。嗯，姓朱，朱，哦，好。就你们听相声就看捧哏的吗？对。就是现在我们逗哏的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敬贺兰，我搭档。你们聊都挺好啊。不是，您这一走上舞台，为什么找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老得要掌声要掌声，上台一个包袱没说，怎么老要掌声呢？是什么演员呢？这是掌声是我爹，你管得着吗？人家花这么高的票钱，700-800，1000多块，上这儿听相声来，还得给你们鼓掌，真是，哎呦！不是，你看这个观众给演员鼓掌，这不就是对演员的一种尊重？人家花1500-600跑这儿尊重你来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，不是互相尊重吗？我还给他鞠躬了呢。人家用你鞠躬，那你走上来，你往这一站，这6000多人站起来给你来一个，你受得住吗？你祖坟都得崩开的，你爸爸打里边都得钻出来，你爸爸从里边扔出来，不是你这互相理解吗？哎呦，这没有什么互相不互相，走上舞台咱的任务就是跟着说，说完了回去拜拜。这你是不是有点太消极了啊？要掌声就不消极，你要说拜拜我现在就想拜拜。那不行，你必须得站够25分钟才能接下来劳务。还得退票退去，又不是我专场，等我自己开专场来唐山，你再退。哎，整个德云社雇了4个律师了，就是为了跟你们产生一些纠纷。1个月20000多块，雇4个，8万多一个月。就为跟你们打架用的。对吧？我觉得你看看，演员一上台啊，对吧？咱们很客气，是，都很讲礼貌。那可不嘛，对吧？你也都是很客气，乐乐呵呵给大伙鞠上一躬。对。
对你观众朋友报以热烈掌声啊，这是尊重演员回馈的。刚才的掌声多热烈呀，贺松都有些面红耳赤了。这何德何能的，那这么多掌声，这真是面色绯红啊。哎，面色绯红那是你羞臊了点啊，你是得臊得慌，我有朋友有点不好意思。是这观众碰你他热烈鼓掌了。不是，这掌声谁给我呢？我走上舞台呀，跟观众啊不是说说相声表演，这是你们的心理状态。你干嘛了？扯闲篇来了？不是，我回到这儿，这就是跟家乡父老聊聊天啊，这就是说说话而已。你牛，你是有何脸面说出跟家乡父老聊聊天的？干嘛呀？我这是省亲演出。你跟哪儿省亲演出？在这儿啊。你哪人？咱俩合作十多年了，你不知道贺松是哪儿的人，我好伤心呐、啊。我真的好难过，你不知道我是哪儿人啊。我现在我不知道你哪儿人。土生土长天津人啊。我们不跟那个便宜票的互动，哪儿就好，天天行行，你们花这个票价好，不是你天津人？对呀、啊，你跟唐山有什么关系？贺松有四年的大学生活，知道在哪儿上的大学吗？哪儿？天津呀、啊。你是不是在玩我？不是，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飞地，你听说过吗？原来这个上世纪天津市也属于咱们河北省的一部分，很多高校还遗留在天津了，所以说高考的时候考到天津，这还算河北省的分数线。我是上的那种大学。你哪年的？我是92年的。你赶上了。你现在河北工业大学也是河北省的呀。那是把俺们和骄傲。不是你跟你是河北工大的？不是，我是天津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。咱都不聊后边，天津，这不点题吗？不是，我那个区叫特别厉害，我那个是大专。自己鼓掌都不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四年的大学生活，三年啊，一看就没上过大专。这四年大学生活，大专能容下我待四年吗？你这种货怎么待一年都够够的、三年？那你刚跟我聊四年大学生活啊？对，我又在那儿又复读一年。都上大专了还留级呢？干嘛呀？看不起大专是吧？看不起大专？国家高级知识分子。从什么时候算的？八几年吧。你大专你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。这我骄傲，我确实挺骄傲的。你什么学历？中专。真的就你就真是，这也就是现在啊，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，和谐社会，告诉你，这要搁起原来，这是个中专生见了我们这种大专生得跪下，得跪下。凭什么？我们也上三年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个三年没有。我们还有了不起的师哥上3+2，就是5年就大专毕业，出来跟你学历一样。哎呦，那他好优秀啊！你聊什么学历呀、啊？我挺厉害，我高学历露脸。我上在外边社会上露脸，在德云社高学历露脸吗？功高盖主了，知道吗？还真是、啊。郭老师初二肄业，我都弃了组了。哦，坏了，我这学历是不是在德云社能当班主了已经？我、啊，你能当师娘了都？啊。你在一个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里边，确实跟这一帮人在一块儿，这聊这个玩意儿，我都臊得慌。不，
你唯一呢跟你说跟唐山有点渊源的，嗯，你算是唐山的姑爷。哪儿的姑爷都行。哪有我去哦，他老婆你听见了吗？这是唐山姑爷都来了呀，你的老婆们，嗯，咱们都是唐山姑爷。对不对？他是个爱人。哎，他爱人有大伙儿有知道的，也在我们德云社这个古曲社工作。哎，是咱们唐山人。对，哎，这是吧？这没错，这咱们没想，确实唐山人。哎，唐山人，所以他算的是唐山的姑爷。哎，非常的甜蜜。哎，对了，唐山嘛，唐山听了，唐山嘛特别甜蜜，甜蜜的生活。哎，所以说呢，朱老跟唐山确实有一定的渊源。对，这个咱可以理解，非常高兴，对吧？你要说这么你算一个省心演出啊，咱还能接受，也说得过去。哎，对了，你瞧瞧，所以说来这儿呢，您说观众给你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哎，咱现在咱心里边能够接受很，哎，心里是暖洋洋的。所以说呢，别卖力气，哎，别心力啊。啊，对对，我得卖点力气啊。是我的意思，卖力气应该的啊，不能说跟我在这光矫情，这种叫不卖力气。对对对对。对吧？多卖力气，嗯，哎，给这个家乡父老呢多说一点，哎，把那个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。哎，您的本领是看家。我这搭档就是当狗当的特别的好啊，看得特别好，对吧？你所以说你不要挤兑我，对，在舞台上踏踏实实表演，没错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咱们跟观众啊心连着心，对，不能拿观众当外人。对吧？而且得有一些礼貌礼节在其中。那是，对吧？刚才就我说一半，你打岔打过去了。什么呀？就跟咱们似的，一上台呢，为了跟观众拉近距离，啊，客客气气给观众咱鞠上一躬，证明咱们是朋友。这不都这样吗？都这样啊。嗯，观众朋友们嘛，报以热烈掌声回馈咱们。其实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是应该有的，这些规矩咱不能打破它。不能打破了他，就刚才你说的，咱们上台了，你让观众六千多人全站起来了，是受不了。对，对吧？你真说咱们一上台了，咱们鼓着掌上来，两人鼓着掌上来了，掉个个儿，嗯，观众给咱们鞠躬，底下六千多人哇，啊，咱们鼓着上来了，六千多人啪站起来了，冲咱俩。行，没有那么多。对吗？你这就不是相声大会，这是什么呀？追悼会啊，哦，对，不合适的，嗯，不合适的。而且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规矩，对对吧？咱们要讲究这些东西，嗯，不能打破。你包括啊，咱举个例子来说吧，两个人马路见面了，可能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忘记这人叫什么名字了，想这个人的时候，就要没有规矩。什么呀？你比方说吧，咱哥俩，嗯，好多年没见面，走马路碰见了，哎，哎，有点眼熟，哎，啊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这个人，难道是他？这如此眼熟，这是谁呀？这，哎呦，这是王老八，周杰伦，朱鹤松，哎，你看。啊，你发现没发现一个问题？什么呀？我在想你名字的时候，我不自觉地猫了一个地方。哦，掸了一掸眼角。对，难道我曾经让你留下伤心的泪水吗？我受了多大的迫害啊！想你的时候猫了猫这个位置。这是什么位置？这是灵觉骨。哦，这个位置叫做灵觉骨。哎，猫灵觉骨呀，哦，我就想起你来了。哦。对吧？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规律。不是，这你想人的时候不非得拍这，你换一个别的地儿拍也能想起来呀。拍别地儿不行，这怎么不行呢？第一，不一定想得起来啊。第二，不合适。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你觉得拍别的地方啊？比方说我走马路上了，啊，走着，哎，这谁呀？这么眼熟？这是谁呀？那我就得听。朱鹤松，这位确实是不太合适。一毛丹田，我想起你来，合适吗？那确实不合适了。一毛脚丫子，朱鹤松，这位置，你拍屁股，朱鹤松，嗯，这点下半身的位置全想着我了。对吧？你不合适，这就规律啊。
而且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规矩。什么规矩呀？你比方说吧，我们哥俩是天津人，天津娃娃，天津人打招呼都有规矩。这有什么规矩呀？你比方说吧，天津人特别客气啊，喜欢在姓氏的后边加一个爷字。姓氏后边加个爷字。哎，对了，表示很客气，尊重这个人啊。姓张张爷，姓王王爷，姓李李爷，姓赵赵爷，哦，都这么喊。你喊完他，他得回答一大串的爷回敬你。哦，还不能直接答应了，多新鲜呢。嗯，比如说咱俩一见面了，走马路上了，朱爷，呀，哎，您看见了吗？天津客气吧？不是，这现在快节奏的社会了啊，这实在太繁琐了。繁琐没关系啊，太繁琐，缩减，能少点三个爷，三个字儿，分出高矮音来。哦，也可以，没问题啊。一见面了，朱爷，呀，哎，一样没有问题。这还是有点长啊，还长，还能再短点吗？一个爷，一个字儿也行。干墩爷、嘎嘣脆也一样。哦，朱爷，呀，哎，你看看，哦，这都去过天津的朋友们，一个字儿也行，仨字儿也可以。俩字儿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你们别起哄啊！没人这么喊，俩字儿没问题呀，没有这么客气的，俩字可以呀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合适。朱爷，孙子，哎，要不说还是你聪明呢，还真不行。要不说还是你坏呢，真是，真是，确实俩字儿不太文明了，多新鲜呢，不太文明了，没有这么喊。嗯，这是生活当中有没有？有这个，包括天津还有呢。什么呀？过年拜年。嗯，我不知道咱们唐山有没有这个讲究啊。一般你们拜年的时候都怎么拜年？你们还在吗？有磕头的哈。天津也磕头，但是磕头不是，磕头不简简单单的磕头。嗯，咱们所见的大部分磕头都是什么？一般了，过年了，小辈儿给这长辈儿磕头。对呀，天津不是长辈儿给小辈儿磕，岁数越大磕得越狠，因为他医保报得高啊，是吧？不过这啊，天津不是说长辈儿给小辈儿，平辈儿，平辈儿之间还有叩头的礼节。当然了，是吗？这个不是说到家里拜年啊。啊。是过年期间，可能你是初一、初二、初三的，没时间到家里去，走马路上碰见了，感觉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哎呦，没到家里去了，不好意思了，走马路给大给人家磕个头拜个年，而且讲究在什么上啊？什么呀？抢着磕。为什么还要抢着磕呢？说明是心诚，哦，祝福人家，希望这个人呢，哎呦，新年快乐。而且磕头这个人，这新的一年也是发大财、行大运哦，有吉祥话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给大伙表演一回，还表演，看看我们天津人在马路上这个抢着磕头是个什么状态。可以啊，行吧。好比说现在就过年了，过年了，也临近了，快过年了嘛，还几个月。哎哎，咱俩走马路上，好多年，哎，没到家里去了，一碰面了。林呐，这什么话呀？说的这过年呀，瓜子花生吃的太多了，有点上火了吧？这不是你们失闲了？你这是，我以为谁把你牙掰了？证明咱们过年吃的好东西，生活富足，全民奔小康啊！老朱，哎，我怎么听怎么都像骂街呢？你好好说话啊！哎，老朱，嗨，哎呦，这不过年了，我可没往家里去呀。真是，我也没往你家去，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。我心里好难过，真的。我给您拜个年吧，我给您拜年吧，我给您拜年，我给您拜一个，我给您拜一个，我给您拜一个。哇，平身吧，盖红包。你还挺爱看的，你坐得挺远，你还挺爱互动。
花的钱不多，要求还不少。真是，哦，这边行。哎呀，这钱是二十是啊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哎呀，我这拜四方来了，给你，确实不错。二二哎呀，抢的太快了，真是一个快嘴。你抢了吗？真是快的，我没抢过你的。再来一个。我没抢过。你们是这么爱看吗？真是，我确实是没有抢。火爆一年啊，发大财，行大运，火爆2020。我就那年休息的时间长，绝对火爆这一年，真是。咱们天天这种过年的事儿，就讲究这个，是吧？对，你也得抢，你跟我喝去、我不也抢吗？我这还没撩起来了，你就唰，你就栽那儿了，真是一个快男。我是一个快乐男生，对，太快乐了。我能不能商量商量？您商量商量吧。你能不能还我一个？现在流行握手了。过年好。我今年不痛快，没事儿，还俩月就过去了。都是抢着讲究这个，抢着磕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比方说吧，这是咱国内，有人要到国外就不一样。外国讲究什么呀？国外呀，就是没有这些的繁琐的东西。哦，不磕了。哎，不磕了，人家不磕这个啊，人家很简单。什么呀？国外就讲究一种。哪种？亲吻。就是俩人唰一下。你嘴里这么恶心啊，唰一下也不是简简单的唰一下啊，你不是谁，等会儿不是谁跟谁一见面俩人都是嘴对嘴来那么一口啊，你这看你们俩什么关系什么身份哦，亲的地方还都不一样哦，这位置还有区别，你比如两个朋友之间了，吻哪儿啊？比如朋友吻这双颊腮，你要说把那个帮子俩字叫出来，就是这一块吧，腮帮子，就这个双颊啊，朋友之间一见面人外国人都这样的，我的朋友，感谢，这个样子，你中午吃的有机肥吗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黏糊啊？这是朋友之间。对啊、还有什么关系？你显得有点恶心啊、朋友之间这样，比方说吧，要是长辈吻这小辈儿，吻哪儿啊？吻额头，吻这个脑门的位置。对，就这样的。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，不要躲我孙子。哎呀，好油腻啊！把眼睛，再来一个，没看到。你没看够的，你们上来。下来。你是加钱想被亲呢，还是体验亲呢？这就亲吻一下，意思到了就可以。你为什么还要作呀？在我脑门上拔了一个小罐儿啊！我要给你种个草莓。你拔个小罐儿了都？不是亲，就对你那种爱啊、长辈对小辈那种太爱了，这爱不够。哎，对了，都是亲还亲额头，是这种。还有、还有哪儿？情侣之间的吻什么呀？嘴对嘴儿啊，这样的。差不多行了，行了。行了，有意思啊！姑爷，行，把这收回去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行了，快，牛姑爷，不行，这大伙都明白，点到为止，没点到啊，都是善良之人，点到为止，情侣之间还没搞过对象吗？没有。那个大哥，你上来，你给他试试，上来，我这就是真上来了，都是成年人了。到时候创建人咱就不赘述了。哎，对，这就是唰一下的礼节之一。对，你情侣之间的就那点事儿吧。哪点事儿？不明白。你看你这个岁数都不小了，你什么不了解吗？不懂。连个男朋友都不趁吗？
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有男朋友。我有男性朋友。多少一个？咱这不是这数吧。还有一种什么呀？特殊情况下的，比如求婚。求婚这不是。这个就是纹手背哦，求婚反而纹手背了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听了大家伙的面求婚的时候，一般就纹了手背，点到而止就差不多了。你比方说都有这个环节，这个俩人呢搞对象到了一定阶段了，得有这个仪式感。哦，男孩对自己心仪的女孩子，希望女孩能够嫁给自己。然后呢，女孩子把这个手伸出来，男生在这个手背上轻轻地吻上一口。就算人家同意了，哦，同意了吻一口，对，这要不同意呢？嗯，叫他滚，他自己就走了，就拜拜了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个咱再给大伙儿表演一个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吧，好吧，没问题。这个咱俩得分分角色，分分角色。对，毕竟里边是一个男的，还有一个女的啊。行吧，我来那个男的，我来那个男的。哦，我就非得俩男的，那什么意思呀？你来那个女孩子，我来一个女同志。我这模样来个女的，你还跟我求婚？你这么喜欢刺激吗？我就喜欢这脏的啊！您、哦、不是干嘛要勒死我是吗？我给你，我给你做身衣服。哇，还有服装，对吗？咱们这表演嘛，啊，表演的，给你设计设计衣服。一个男同志，一个女同志，这意思不？对吧？你长得太像女的了、啊。这是一个服装，来穿上它、啊，咱俩分出角色来。我是一个男生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我跟你求婚，啊！嘿，这往哎，这我往身上这么一穿，哎，有没有点那个语文课本里那个三宝太监郑和那意思？这人有点那意思，这你这不会？这不会，这什么呀？这个玩意儿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就是我本来我那个衣服挺好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穿，挡哪儿？你是挡哪儿吗？那这个玩意儿你搞一个女孩子，你该挡的地方一个劲儿都不挡，怎么穿呀、啊？这么穿呢？这么穿不如让我去死，你早就该死了。我的胳膊都被别人看到了，我是个女人，待嫁闺中的妇女。你挑，前边跟侧边，你露哪儿？我这样行不行？露后面。都盖上点，这不显着暖和吗？我拍着背后在这等你，你奈我吗？你是要出家吗？啊，那我错了。你差不多就得了。行，露出我的玉臂是吧？行。玉臂。真是你跟伦哥一样，真白呀。我在这等着你，对吗？等着我啊！哎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先打晕。是怎么在大森林当中我找着你这么一个奇葩？这什么意思？不是我，这就是有狮子，我想拍死它。真恶心！哎呀！你要这么多狮子，咱就把头剃了，行吗？我是一个女孩，有这么说女孩的吗？真是好无语。没事，我喜欢秃子。哦，那么喜欢老美、啊？老美人，这我爱老美。我就爱这个没头发的。亲爱的，哎、嫁给谁？哪个大哥嗓音这么粗？亲爱的。越来越多了啊！你们是真对得起我，这声音当中这么多人，一点女生的声音都没有，全是大哥，我这么招男生喜爱吗？一个大吊字给你啊，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做梦，有点傲娇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啊！有点羞涩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我不要。伸手！你但凡你给我来个滚，我立马就走。哇，这个臭男人竟然吼我！家暴！我是不是还得哄你？你问了吗？天！
大家都去了啊。小伟没看完呢，还有二十分钟。他不认识我。这样的就是还满一会儿，求婚成功了，这就完了，从此呢这就结束了。他都说了，给他抹点就行。我答应你了，你得到我了。我现在想失去你。你再来两下，你来两下，你得到我了。又短又粗。你来，快，接盘侠来呀！你不同意。没听到声儿，这样的你再来两口。啃猪蹄儿，我还要。腻了啊！哎呦我去，一嘴油，呀，就两分。不是您等会儿，您这是闻手背，我这啃鸡爪子，去你的吧！